这球打成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，进到了天哥的管区。布阵的位置确实站得很好。哇，再来一个变化球，让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相当关键的一 K 送给了 Benny。你提到自己，就是从挥击来看的话，打者根本不在同一个节奏上，所以才会在连续用三个滑球来解决到心理因素。也就是他变化球，还是让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结束了这场比赛，中场魏全龙是以4-2两分之差来击败了富邦悍将，那帮助球队中断最近的一个2连败，先发投手刚龙拿下了独步联盟的第6胜。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赛后讲评。